个颜色，噔噔噔。好，这次有三个颜色给大家，都是瘦瘦布，而且你看它很休闲的，很率性，很利落的风格。这件衣服超美，而且不用整它，它就是我们最鼎鼎大名的楼梯布。那它完全不会皱。我们灰色的话，我就来搭配这种灰黑，哎，然后穿个跟鞋，然后比较率性的感觉。帽子非常非常的挺，它可以遮肚藏肉之外，又可以有这种小落肩的感觉。然后下摆这边不会过度太大，会看到你的内衣，完全不会。其实黑色它整个车线感非常非常明显，它穿起来有那种冰冷滑顺的感觉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接下来会热热的天气。没错，以及呢，它侧边呢，因为像我一点就是手臂肉嘛，你看它很好的修饰，那你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露出内衣。我觉得以它的高度来说，非常非常的刚好，整个人就是非常的修饰你的身形。这件真的很好穿，身上的奶茶色是变比较浅色，浅色这块面料不会透，所以跟内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。你看它的料子一样，非常非常的好，里面呢，刚像 C 说的还有点滑料，所以呢真的非常的亲肤，而且垂坠度非常的好。